大家好，我是 Stella。 今天呢的影片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，就是我要来录一个微小费包特辑。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做一个小费包系列，可是我就是在认真搜集这个影片的素材的时候，发现我手边根本没有真正的费包。我还蛮好奇大家对费包的定义是什么，可以请你们留言给我吗？或者是你有心中现在最想要买的费包是哪一个？我自己觉得我对费包的定义就是它装不下手机，它其实就是费包。因为你出门不可能不带手机嘛，那你说包包就算它很小，就是它变形金刚，它塞一下再多东西，可它装不下手机，你手机其实就是要拿在手上或是放在口袋里。而且其实你知道女生们，你们一定不陌生这个画面，就是现在都会背一个那种很小然后很好看的包包，然后手上会拿一个那种小费袋，我自己都会带个那种像便当袋的东西，里面就会装什么水瓶啊什么的。因为其实出门有时候必须要带的东西还是蛮多的。好，那今天第一款小费包就是这个香奈儿的小方盒。那这个包包呢，我之前其实在频道有开箱过很详细的内容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个包呢，在那影片当中，就是我其实觉得它是废包，可是因为它装得下真的蛮多东西的，我会把它装得下的图片，就是内容量放在这边。它里面的容量是长这样，就是它是能装得下一些 Lily Coco。 然后今天就是再度分享这个包的同时，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金球款的。因为实在太多人在问我说， Stella 你有买金球款的方胖子吗？或是你有买金球款的 mini coco 吗？我没有，就其实我没有拥有任何的金球款。这个金球款是我姐姐的，我跟她特别情商来录这支影片。金球款啊，目前就是它都是搭配羊皮的。那这个是我自己的嘛，它就是那种有颗粒的牛皮，也是俗称的荔枝皮。那金球款其实真的很可爱，虽然我觉得这款背带本来就做得蛮友善的，完全没有过长的问题，可是金球款的它真的就是很 Q。 它这颗就是魔术小金球，它就是可以你看调节你的长度，所以你今天如果是想要把这款包稍微做的可能有点腰包，或是你想要这样子侧背短背的时候，金球款它就是完全能够调整这个链条的长度。我个人觉得它这设计真的还蛮厉害的。那我自己这个是没有金球它就不行，它就是一个单一长度这样子金球的。如果你是真的很想入手 mini coco 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不妨你们去买小金球的，因为它的金球真的太可爱了。那我自己是觉得小金球是可以买的，因为它真的能够调节这个链带很方便之外，它又很好看，就是它帮整个包包我觉得加分还蛮多的。好，再来呢，今天的影片很有诚意，要开箱两个新的小费包。我们先看爱马仕这个好了，本人有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更小一点。然后这包我觉得现在网络上比较少人开箱，因为它是一个蛮新的款式。锵锵，这款叫做 Constant Slim。然后它是一个腰包，它后面这边是可以穿过一个皮带的。但这包它非常的神秘哦，就是它虽然是腰包，但是你的腰带要另外买。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把它当腰包的话，它就是可以当皮夹。但如果我个人觉得你想要买这个皮夹，你就去买它正常的短夹就好了，会比这个好用一点。它有再另外附一个零钱袋给你，里面呢有做两个隔层。这包皮革是 Epson 皮，然后搭配的是银扣。这个包呢非常非常非常的小，就你们看在我身上的比例图。像这个包虽然它很废，可是它其实背起来很好看。然后我看小红书也蛮多人自己把它改造，就是它不想要是腰包，你可以买一个那种长背带穿在后面，它背起来就蛮像他们 Constance 很小那个叫做 Micro 嘛，就背起来会是那样子的效果。这个包就是现在在台湾专柜还没有看到吧，这我不是在专柜买的，因为专柜目前这个包好像是说都还没有进货。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爱马仕有稍微比国外的大概再慢个一拍，就是有些东西你问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还没有进货。如果你是想买爱马仕他们家的包包啊、小皮件啊，或者是吊饰类的话，我觉得不妨去找代购吧，我觉得代购还蛮方便的。接下来这个包呢也是最近买的，是香奈儿的一个新款。锵锵，
这一款呢在小红书上超红的，它是一个眼镜包，然后这个是黑色荔枝皮玫瑰紧扣的，它背后呢有一个这样子蛮大的小背带，可以放一些信用卡之类，然后它是有背带的哦，拆一下。这款包啊真的也蛮难买的耶，当时找了好久哦。然后这个当时我看到本人我觉得超喜欢，是因为这个 logo 它很大，就是在照片中看到觉得 logo 小小，可是它其实本人还蛮大的。它的背带我觉得也不会到太长，算是友善的背带。那因为它就真的是眼镜包嘛，我们来先装一只墨镜看看，它就是装墨镜的哦，这样子装墨镜就是 perfect。 当时很喜欢这个包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形状还蛮可爱的，它是有点像斜斜的设计，因为它就是让你放太阳眼镜的嘛。然后这个包呢其实它是可以装得下手机的哦，但是你的手机是要是小只的 iPhone， 它手机是装得下，前面这边呢、啊、可以再稍微塞一些卡片或是一支口红吧，应该蛮勉强的，是扣得起来的哦。所以如果你是小只的 iPhone， 然后你不装手机壳的话，这个包包它算是废包界 CP 值蛮高的，这个大概50000块有找吧，然后你可以装一些小东西，那我觉得它背起来也是蛮好看的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小废包之没有很废的影片。喜欢我影片的话请记得要登入 Gmail 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还有留言给我哦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The way my hands feel